最后一个，第七个，最后一个在面试中学到的东西，就是你在没有签 offer， 你还签合约。第七个，最后一个面试学到的东西。第七个，最后一个，第七个，最后一个啦。第七个在面试中学到的东西，就是你在没有签 offer， 你还没有签合约之前，都不要帮这间公司做事，不要帮他当做免费劳工在那里使用啊。他叫你，哎，你要不要先试试看做这个来看看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要不要给你 offer。这什么乱来一通？你要就是在试用期，你定一个试用期，那我们就在试用期有给薪水之下，你在那里试用啊？你哪有在试用期之前还在试用了？你在这什么鬼东西？所以签合约之前，不要再帮这间公司做任何事情了，你就是免费劳工啊。最后一个啦，第七个在面试中学到的东西，就是你在签 offer， 你在签合约之前，千万不要帮这间公司做任何事情。要做任何事情，你至少是在签了 offer 之后的试用期，你在那里试用嘛？哪有人在签试用期之前，试用期之前还在试用？第七个。最后一个啦，第七个在面试学到了什么东西？最后一个啦，第七个在面试中，第七个在面试中学到了什么东西？在第七个在面试中学，第七个面试中学到了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在签 offer， 你在签合约之前，千万不要帮这间公司做任何事情，因为你就是免费劳工啊。第七个在签 offer， 在签合约之前，千万不要帮这间公司做任何事情。因为你做任何事情，你就是免费劳工啊！你就是免费劳工啊！你在那里做一大堆事情，你明明签了，还有一段的试用期在那里，你就是免费劳工啊！你签了之前做的任何事情是没有薪水，你签了之后他还要给你一段试用期，你应该。企业就在那个试用期试用，而不是我们在试用期之前还有一个试用期，到底是在试用什么东西？在那里一直哦，我们要再做一个东西，我们才可以通过这个神奇的复试哦，我们确定要你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试用期，到底是在试用什么东西？